只需几分钟，破壁即料理，热气腾腾的红枣黑芝麻豆奶轻松搞定，补血养气，排毒减脂，适合所有朋友们。所需要的食材也非常简单，奇亚籽、黑芝麻、杏仁腰果和大红枣，另外再搭配一份豆奶。把准备好的食材都倒入破壁机，每一样食材不需要太多，一点点就好，搭配500毫升的豆奶，两个人饮用刚刚好。准备好了之后，直接打开手机 APP， 连上蓝牙，选用热汤模式，总时长为6分1秒，按下开始键之后，系统会自动倒数，根据需要把食材打碎并且煮沸，时间到了之后它会自动停止工作。先拿掉小盖子，散发掉部分蒸汽，再把盖子打开，避免烫伤。简简单单几分钟，一份味道香浓的红枣黑芝麻豆奶轻松搞定。喜欢肉桂的朋友们可以撒一点肉桂粉增加口感，所有食材经过高速打发全部融合在一起，口感细腻，奶泡绵密，一口喝下去整个人全身发暖。早上给家人来一份这样的热饮，搭配面包做早餐，不仅方便快捷，还营养美味，也可以装在保温杯里带走，随时饮用。女性朋友们在特殊时期还可以加上一点姜片和浓液，搭配牛奶打成热饮，对身体的帮助也非常好。简单又有效的破壁机料理，喜欢的朋友们赶紧收藏起来吧。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视频，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分享，请别忘记关注和订阅我的频道简语世纪，我们下期再见。